演艺圈离婚震撼弹似乎随着疫情越爆越大颗。前天才传出结婚十年的大 S 和汪小菲婚姻已经走向尽头。汪小菲在超梦状况下听到自己被离婚，除了微博赶紧求饶外，还一次又一次隔空安抚太座。现在又传出另一对闪婚鸳鸯王力宏、李静蕾也两年零互动，疑似感情生变吗？婚后怪上夫姓李静蕾变成王静蕾，常常 IG 更新居家生活，更替王力宏先后生下两女一儿。随着王力宏的演艺工作重心转移，李静蕾也开始和男方的演艺圈好友成为闺蜜。只是没想到，却有粉丝发现王力宏夫妻档的 IG 竟然已经两年没互动，一切甜蜜似乎止步在2019年夕阳情人节共爬树的这张照片。过去王力宏在 IG 上和老婆互动总是频繁，夫妻俩总爱 PO 出彼此合照，上节目聊访谈，爱情模式也随时开启。但2019年下半年后，两人 IG 就停止互动，王力宏个人连孩子的照片动态也很少公开， IG 近况仅供王爸王妈，导致外界猜测两人婚姻不太乐观，孩子可能跟女方生活，似乎步入分居状态。最近更有人抓包，李静蕾突然发文，旅途就是终点。分居论述让资深红粉大抓狂，直言今年四月才知籍，王力宏带着李静蕾和三个孩子外出游玩，李静蕾更新 IG， 王力宏也默默按赞，连经纪人也跳出来澄清 IG 按赞真的有，呼吁大家别把一切过度解读。